嘅三揀二，要選你嘅細胞，細胞講住個過程，五至到跟住佢點去揀嘅嗰個平衡嘅標準。我哋香港電視嘅員工，我哋嘅公司同埋所有香港嘅市民，一直係蒙在鼓裏，我哋係完全唔知點解。呢件事係一個黑箱嘅作業。佢認為香港電視係喺三個申請者當中最具能力，又話不獲發牌，市民除咗少咗一個免費電視嘅選擇，更加不堪當之啦。我知道你做呢個公然的話咧，我諗香港係輸咗個公義嘅。啊，究竟香港有冇公義嘅咧？點解我哋會死得不明不白咧？就要不獲發牌，即時裁員300人。都係自己兩手，好香港人會覺得我今日做一個行動嘅決定，係企圖意圖去頭先所講嘅威脅任何任何嘅政府，呢個係完全我哋嘅諗法。我覺得一個負責任嘅僱主，我唔想我啲員工進入係係叫做即係去驚惶，唔知真今日點樣樣。幾年來發展大計，佢話暫時唔會公布，不過會檢討並且重整。後生啦，而家同時講咧，我先至記者何日康報道。香港電視網絡話，本案一般嘅勞工法例條件遣散320個員工，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就話，暫時未收到被裁員工嘅投訴。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董事會今朝開始之前公布，美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免費電視牌照申請，宣布裁減大約320個員工。發言人話，唔計藝員，公司有大約500個員工。今次裁員佔咗64%人手，會保留部分創作同埋製作人員。有現職員工話，早已經有心理準備會裁員。我入到嚟間公司，咁你都一定咗係有壓力實像啦。咁你當然預咗會輸啦。咁我覺得而家既然去到呢一步，咁你需要展開嚟面對咪咯。我係唔會話特別好難過咯。有部首席成員話：會議廳生計上對不獲發牌感到失望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話：暫時未收到被裁員工求助。我哋好關注呢件裁員嘅事件啦。咁勞工處咧，我哋今天都已經接觸咗呢個僱主，提醒佢咧一定要同員工咧保持緊密嘅溝通。咁我哋啲員工知道曬整個嗰個裁員嘅方法。新專行會成員嘅新聞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話：政府願意長遠增加電視行業嘅競爭。個大原則咧就係認為咧呢個廣播市場咧係應該係有序咁發展。咁啊，長遠嚟講，政府都歡迎多啲競爭咧，係有興趣申請嘅人士可以再申請過。而民主黨受到政府總部請願，要求政府公開有關審批發牌嘅行會文件。民建聯話希望政府能夠更詳細解釋發牌理據。我先與司機仔進安排到。至於香港電視網絡宣布裁員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話：心情沉重，又話發牌並唔係即係考慮電視台拍嘅劇集係咪好睇。蘇錦良啊，蘇錦良點解會裁員啊？我真係唔開心。我都係唔係好開心嘅，所以今日即係都有啲係比較沉重嘅心情。我唔可以因為一個他係因為一個機構佢未發牌之前，佢聘請咗若干數目嘅人，而係影響到咧係會單呢方面咧就會係幫佢加分或者係減分。佢話相信增加咗兩個免費電視台，可以提供更加多嘅就業機會。蘇錦良在另一個節目重申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參考了一籃子的因素，才決定不發牌給香港電視。唔能夠話即係淨係睇話單方面咧邊個劇集嘅邊個做咗某個劇集，而係你覺得好咁就係整體佢一個嘅評估啦。嗯，就係從呢一單方面咧作出一個抉擇。
係要睇翻即係整體佢，譬如喺以往啊，有冇呢啲嘅工作嘅電視製作嘅經驗啊，啊經營呢啲電視台嘅經驗啊，咁樣咧係作出整體嘅評估。我係欣賞何麗芝先生嘅決定嘅，咁呢一度咧，我係亦都係鼓勵競爭嘅。但係話行會考慮之後，認為另外嘅兩個申請者，包括節目製作水平、經驗等方面，都比香港電視優勝。有市民唔滿意佢嘅解釋。特別是一點咧，佢呢個賣家當好賣，冇好賣先好關你事㗎。嗯。係嘛？所以我哋市民當選就有得睇啊嘛。最新搶都冇用喎，咁係咪即係鼓勵啲人話你搏進取啊、搏進取？我哋唔拜你㗎。他重申自己和行會都支持競爭，但現階段希望循序漸進，暫時先引入兩間免費電視台。港星電視記者劉志恩報道。其他消息，就位於基建上馬建造業多個工種的工人，連續第五年獲加人工，其中混凝土的工人加薪達到兩成。十大基建工程的經濟效益，連工人的荷包都受惠。建造業總工會過去幾個月訪問超過5000個工人，部分工種連續第五年有人工加，加薪最多的是石屎工人，加薪幅度達到兩成，日薪有1800元。其次是搭棚和模板工人，升幅都有近一成半，日薪分別有1400和1500元。工會解釋，這三個工種比較缺乏人手，所以人工加得特別多。而集鐵工人都加薪近一成，其余工种就普遍加薪大约5%。工会话加薪主要系受惠于基建工程，而政府推动强制验楼同验窗减，亦都推动行业嘅人手需求。上次喺集鐵嗰度咧做咗之后咧，睇到咧反应就好好噶，即时咧喺集鐵呢个工种咧就舒缓咗呢个人力需求嘅呢个压力。咁我哋希望咧喺落石屎嗰度，喺钉板模板嗰度咧。照殺嘅呢個模式咧，都可以吸引啲後生仔或者有事咧參與呢個工種嘅工友入嚟嘅。工會話：今次加薪將會有大約20000個工人受惠，相信石屎、釘板同埋殺鐵等工種人口需求比較大，預計下年都會繼續有人工加。無線電視記者曾柏麗報導。國際方面。台風韋帕襲擊日本，造成至少13人死，洪水沖冧幾十間嘅房屋，大概50人失蹤。當局話，韋帕係近10年嚟襲擊日本最強嘅台風。到今朝早橫風橫雨，市民翻工擔心食唔過強風。關東地區有3000多個網停課，天業同慈善院等地有30000户家庭停電。受災最嚴重的是東京南面的伊豆大島，暴雨令河流泛濫，沖冧了幾十間房屋，50多人失蹤。警方同消防人員加緊搜救，陸續揾到多具遺體。當地過去一日錄得超過800毫米雨量，係當地10月平均降雨量的1倍多，亦都係伊豆大島有紀錄以嚟最大雨。在福島第一核電站，工作人員密切監察污水儲存罐的水位，防止輻射污水洩漏。亦都準備了三架儲存罐，當情況需要將污水轉移。核電站的工作亦都會視乎風勢暫停。目前委託繼續向東北方向移動，掠過關東地區，預料日本北部整日都會有強風大雨。受風暴影響，日本嘅海陸空交通嚴重受阻，東京有超過500班航機取消，部分新幹線列車班次都停駛。有線電視記者於明珠報導。一名移居加拿大温哥華嘅香港男人涉嫌瞞騙入境部門，令到菲傭留喺當地幫佢做嘢，被控販賣人口等等嘅罪名，判入獄18個月。第二位因托2008年跟随做咗5年嘅雇主一家，由香港去到温哥华做嘢，但手持嘅系旅游签证。佢指控50岁姓柯嘅雇主虐待佢，要求佢一日做16个钟，每星期做足7日，人工只有500加元。有人要起身举报。每星期有2日假，又會接佢嘅仔女嚟温哥華。
更加會幫他申請做永久居民，但是全部都沒有兌現。三年前他終於忍無可忍，於是報警求助。加拿大警方拉上這個姓柯的男人，控以多項的罪名。法官認為沒有足夠證據顯示被告曾經虐待菲傭，但是欺騙入境部門、販賣人口和非法僱用外國人三項罪名成立，判被告入獄18個月。被告的律師說會提出上訴。無線電視記者胡若玲報導。美國在當地明日就會觸及債務上限，參議院的民主共和黨領袖繼續加緊薪酬。評級機構為了將美國主權信貸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，警告美國的財政當局會衝擊全球對美元的信心。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美國媒體都為觸及債務上限的死線倒數。參議院的民主共和兩黨領袖繼續努力談判，方案包括維持聯邦政府運作到一月中，容許政府借貸到二月初，同埋成立小組討論財政問題。兩黨仲商討緊方案嘅細節。不過，即使參議院真係達成協議，但可唔可以獲眾議院支持，仲係未知道。而眾議院嘅共和黨議員就先後拋出兩個方案，但未獲黨內嘅保守派茶黨支持，最終方案冇表決。僵局遲遲未有突破，總統奧巴馬同副總統拜登同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商討。奧巴馬認為僵局最終都會化解，但強調時間無多，敦促國會領袖要盡快達成共識。他當地星期三仲會同財長傑克勞會面，一旦到了當地星期四限期之前仲未達成協議，美國財政部就只會剩下300億美元資金，難以維持聯邦政府正常運作。有經濟分析員警告，美國現時的局面已經危及金融體系甚至全球經濟。評級機構惠譽發表報告說，將美國 AAA 主權信貸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，同時維持評級展望前景為負面，意味著半年內可能會調低評級。惠譽說，美國的財政僵局將會衝擊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信心。道歉電視記者劉偉斯報導。機構惠譽警告，可能調低美國主權評級，行使美高開之後，好快前途向下。立法電免費電視牌照價有線寬頻，股價逆市推升超過一倍，創兩年幾嘅高位。同樣獲發牌嘅電營就升近9%，而失落牌照嘅香港電視一度跌40%，半日收市跌30%。電視廣播都證券行降評級同埋目標價，但係對股價冇影響。恒生指數最新報23,224點，跌咗111點，總成交298億幾。週末有港股，有證觀騰升9.2，安石 A50升各跌1毫，友邦保險跌4毫，中國銀行跌4仙，中國移動跌4毫。日美電器升7仙，丹恩卓聽跌0.6，電信盈科升3.4，中國石油升1毫，騰訊控股跌個2。恒生指數期貨即月跌132點，總成交3萬多張。盈富基金跌0.5，日經平均指數升12點。美元匯價：日元98.51，英鎊1.5974，澳元0.9519，歐元1.3515。美元對港元匯價：美元7.7539，日元7.8696。歐元10.4794，英鎊12.3869，瑞士法郎8.4788，加元7.4708，澳元7.3809，新西蘭元6.5078，每百港元對人民幣78.629。人民幣對美元指買賣價1,280.57，1,281.02美元，本港99金每兩度11,900蚊。天氣方面啊。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天气干燥，今晚大致多云，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，离岸间中吹强风。日间最高气温系27度，相对湿度系62%。日本监测站嘅空气污染水平系中等至到偏高，岛边监测站嘅系偏高。紫外线指数系6，强度属于高。今日到这里，各位。